我有失那个公平公正，好不好？那这一题我们就当设错，好不好？老师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失公正，有失公正。好好好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公平公正，刚刚那题不算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请问要选王力宏还是吴彦祖？三、二、一。吴彦祖。谁说的？妈妈妈妈，来，请问是想要脸帅身材差，还是脸丑身材壮？请问要脸帅还是脸丑？等一下，这个问男生女生有啊？算了啊，都一样，好不好？脸帅还是脸丑？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脸帅。